就是最近成为妈妈，然后对，因为小孩的有发展迟缓，所以有点辛苦。悠悠加油！哎呦，我都想哭了。看我们就是这样，就是很抓嘛。对啊，给勇敢的妈妈一个热情的掌声。就是25年后，这个泪腺很松。蔡依林陪过耶诞，听粉丝故事爆哭，不断感性落泪，自嘲泪腺很松。蔡依林在平安夜履行1年前在台北跨年演唱会的约定，出席歌迷会举办的丑毛衣趴。迷上编织嘛，丑毛衣，我这个应该不丑吧？算是刚刚好。我其实还有一件更丑的，秀一下，这你做的吗？这是我的造型 play。我们今天请到3个粉丝要上台，然后一起做这个变速的舞蹈挑战，表现出简单的快乐。我觉得真的他们就只差一票，我觉得差在那个点位上面的表情，我觉得1号是啊，恭喜你。优胜者可以向酒令许愿，许一个愿望哦，除了跟他要钱之外，我想要请姐给我一个大拥抱，然后跟我说，悠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悠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最棒了。好啦，哎，鼓掌鼓掌鼓掌，你该不会在偷哭吧？你真的热泪盈眶了嘞。因为就是最近成为妈妈，然后对，因为小孩的有发展迟缓，所以有点辛苦。悠悠加油。哎，我都想哭了。看我们就是这样，就是很抓嘛。对啊，给勇敢的妈妈一个热情的掌声。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。你们有小故事要告诉我是吗？不要让我哭的故事好不好？就是25年后，这个泪腺很松。每一次看到你们的信件啊，然后还有以及我分享出去，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感受，然后可以触动到或是改变到你们生活的某一些细节，对我而言是一个很神奇的力量。酒令为了谢粉丝，还带来一连串金曲串烧，给所有歌迷一个难忘的圣诞节。好在我们从不必说明，什么关系都没关系，很单纯很像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ie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姜文雄，是由发上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慕辰。我是孙艺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吴宇我是林正义。我是志清。我是陈君。我是沈周一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，有个新的 APP， 马
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。上三立新闻网投票，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。Merry Christmas.